右侧啊，右侧，右侧，左右啊，左右啊，右这边是右啊，右腿啊，右腿好像有点重了啊，我看到马斯克好像穿在右脚穿着一个高筒靴啊。一个长靴子里边啊，我看到他那个，穿在一个，长靴子里边啊，长靴子里边，这个是马靴啊，就骑马用的。我看到他的，右腿穿在那个马靴里边，已经骑在马上了啊，骑在马上了，跟在那个川普，总统的右边啊，这个现在的影像是川普总统骑在马上。前面一点啊，穿那个叫马斯克就稍微斜过一点啊，比川普总统落后一点啊，稍微后一点，斜过一点啊，斜的不是在他后面啊，在侧面，斜过一点，斜过一点，然后呢，看过去呢，那个川普总统的视力，毕竟年纪大了，视力，没有那个年轻人那么好了啊，现在马斯克呢，因为年纪轻，视力比较好。哦，他能看到的远方、前方，所以呢，他提前把他眼睛看到的东西啊，会告诉川普啊，就是说，在川普总统自己能感知范围之内啊，没问题，但是呢，在自己的那感知波道的那个地方啊，马斯克在帮川普总统在感知啊，这两个。一集合的话，就很完美了。一集合的时候，很完美了啊！我就忍不住要说句话：如果库维正在能够把他那个眼睛看不见的那个天上的东西告诉他们两个的话，那就是完全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时候，吼一下子啊，来了好多飞碟，把他们两个围在里边啊！我在他们后面啊，看着啊，也就是说，无论他们看得见也好，看不见也好。能合作也好，不能合作也好，非得先把它们保护起来再说啊。说保护起来的也再说的时候，在圆圈里边，我也在圆圈里边。不过我在圆圈的最后面啊。现在我看到的画面就是川普总统、马斯克，我在后面那个圆圈的好像是围墙，挨着最后面的围墙边上啊。然后整体看起来就是一个气囊啊，我们三个人都包在一个气囊里面啊，在安全气囊里面，就表示。现在的情况是很安全的啊，这个安全是外星人提供给我们的，好，所以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啊，大家什么也不用担心啊，好，然后冒出来一个字叫"好人一生平安"的，好，再见啊，再见，